哇，琪琪，你看，好大一个！喂，哎呦，琪琪！大家好，我是琪琪。大家好，我是小窝，欢迎来到小柴玩具屋。小窝，今天花花不是说给我们准备了一箱子的礼物吗？对呀，可是在哪儿呢？嗯，嘿，那是什么？有绳子。嗯。的惊喜，不过要用这个绳子才能拉出来哦。哇，那我们试试看能拉出来多少玩具吧。嗯，想要看到小柴玩具屋更多精彩的花絮和视频吗？扫码或者搜索小柴玩具屋公众号，关注我们，并且发送视频两个字，就可以看到更多好玩的视频了。嗯，边呢，嗯，看是有两个洞洞，嗯，就是可以从这边拿出来玩具的，哦，然后但是绳子呢需要从这边拉，哦，要确定是哪一个。那琪琪，我们每人抽一根吧，看抽出来什么玩具。嗯，那我就先抽这根喽。小薇已经抽到了，可是我还没有找到，哎呀，找到了，就是这个。哇，这里的玩具比洞洞乐的更精致哦。这是一个冰雪奇缘主题的胶水，哇，它的做工特别的精致，对，超喜欢，漂亮的。嗯，那我把这个给它拆开看看是什么呢。哇，这个卡片，这个是像电子那种感觉的。对，小朋友们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玩过电子宠物呢？这两张卡片呢，应该就是可以插在宠物机里面，然后上面有宠物的信息。哇，第一个玩具这么惊喜。嗯，接着抽。我这上面写的是天使两个字。哎呦，我的这个呢已经吹起来了，好可爱，是一个小天使，可以放进游泳池或者是浴缸。哇，好好玩啊。琪琪，你看我这个呢，它是一个，你玩没玩过一个手机游戏叫做种蘑菇？没有。这里面呢是里面所有的蘑菇形象的贴纸，而且是那种软贴纸，泡泡贴。对，泡泡贴。我这个呢是一包手工彩纸哦。是动物形象的，上面的图案非常可爱，小朋友们可以用它来做各种各样的手工。非常漂亮。哇，好丰富哦，这里面的东西。对，我这包呢一看就是男孩的玩具。是一个徽章，好大一个。哇，好大一个徽章啊。哇，好酷的一个动漫人物在上面。啊，我抽到了什么？是美少女战士里面的木星美少女木野真琴。太美了的贴纸。那我和琪琪今天手气很像哦，我也是一个美少女。哦，然后这里面呢是一个她衣服的挂坠。嗯，好，我们再来抽一个。哇，琪琪，你看，好大一个，这个是今天最大的了吧。这个玩具是什么？传说感觉波浪鼓一样的。对啊，但好像又很复杂。我知道这个怎么玩了。这个就是我们可以调节绳子的长短。然后呢要努力把这个球给放到这里。哦，我来试一下啊。喂喂，哎呀，琪琪，哎呀，我觉得这个游戏不太适合你。喂，成功。那我这边抽到的呢是一组笔帽还有橡皮。哦，都非常少女心的颜色，而且很实用。嗯，我要接着抽。哦，还有没有什么大奖了？我这个呢是12色的彩色铅笔哦，这边可以看到它们都是各种各样的颜色，而且是航海王主题的。我这里这次贴拆出来的也是那种海绵贴。哇，又是海绵贴。对，我抽出来这次又是应该是游戏卡。这上面有各种各样的水果，还有蔬菜。应
该是蔬菜水果之间打仗的那种游戏吧。我这个是贴纸啊，又是贴纸、嗯、这里面这个人物我也不知道是谁，有一点像奥特曼吗？对，那种酷酷的机器人战队。小朋友们如果知道的话可以留言告诉我们哦、嗯、我刚刚抽到的呢是一个日本动漫的拼贴贴画，就是它这些贴画呢都是这种彩色还带荧光的，然后都有各种小部件可以拆下来哦。嗯，我这边抽到的我猜哦可能是两枚游戏卡，因为它的背面呢是有二维码的、嗯、可以扫一下然后就可以玩游戏了。琪琪，我抽出来这个是把小水枪哦。哇，太幸运了。我抽到这个依然是一张很大的贴纸，嗯，是星球大战里面的波巴费特一名赏金猎人。哦，很酷哦，好酷。还有最后的一部分哦，我这个抽到的呢、嗯、是冰雪奇缘主题的直尺哦，它是这样子的。哇，这个尺子也太好看了，又好看又实用，可以折叠起来用。那我呢抽到了一个大件，这个是我今天见过最大的。嗯，哇，小窝，我们推一下这个按钮看一下啊，不亮啊，会发光的、嗯、而且是不同色彩。下面有一个钮，我们再推一下啊、嗯、会唱歌。它这里呢其实有附两根铅笔，我们把这个铅笔给它在从这里面插上去，这就是一个百宝箱。对，就可以在这里写字了。这是一个会唱歌会发光的铅笔、嗯、对，然后上面这样写字超有感觉。好想要这个了，这个太好了、啊、送给你送给你。我抽到呢依然跟第一个这个小天使差不多，也是充气的、嗯、那我就不吹了，放这里。我这个呢是两个美少女的徽章。哇，太漂亮了。对呀、啊、好漂亮，可以放在书包上或者衣服上。我抽到的是爱宠大揭秘这个电影主题的笔和本子哦。哇，它和刚刚这个手工纸是一样的主题。嗯，那可以配一套了。嗯，我这个就是小黄人主题的泡泡贴。哇，今天好多泡泡贴。我又抽到了植物蔬菜大作战的游戏卡。今天跟植物蔬菜好有缘哦。对，哇，我这个是飞哥与小佛一个动漫主题的水壶。这个水壶设计的太好了、嗯、对，它这里有一个盖子，然后每次喝水把这个酱就可以喝了、嗯、而且很方便。对，它也不占空间。哇、哦、还有最后几个，这个是什么呢？哦，我抽到了海贼王主题的笔袋哦。哇哇，不错，里面好多文具。对，我的呢是一个松松主题的小棒。哇，缺氧缺氧了，而且也可以放在水里玩。嗯，最后两个喽，来吧。我的呢是布朗熊的一个袋子，里面会是什么呢？哎，嗯，哦，是那种钥匙链上面的挂坠。最后一个呢我其实不确定它是什么、嗯、应该是一个动漫的什么妖怪升级的卡片。嗯，今天呢我们抽到了30个惊喜，每一个都很棒。嗯，小朋友们最喜欢哪一个呢？对，留言告诉我们吧。嗯，那我们今天就要抽奖送一个我们最喜欢的，其实我觉得它是全场最佳。对，会唱歌的铅笔哦。对，太神奇了，会发光，会唱歌。对，我们在爱奇艺上给我们的小朋友中选一位，嗯，叫做正经的阴阳之王。恭喜这位小朋友哦，通过屏幕下方二维码到公众号联系我们，就能得到这个会唱歌会发光的铅笔喽、嗯、只要在爱奇艺上订阅我们都可以参与抽奖哦，只要点击屏幕下方的关注就可以参与抽奖喽。嗯，我们明天再见喽，拜拜拜拜。